小明跑步的速率是每秒六公尺，小华跑步的速率是每秒四公尺。两人从同一个地点同时同向跑步，三十秒之后，小明会跑在小华前面多少公尺？我们先画个图来看看，他们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同向跑步。 上面这个点是小明，下面这个点是小花，同时由同一个方向开始跑。我们第一个方法，速率乘以时间等于距离，因为他们一起跑三十秒，小明三十秒跑了几公尺？速率乘以时间。 等于一百八十公尺，也就是说，小明三十秒跑了这一段距离一百八十公尺。小华他用同方向起跑，三十秒他跑几公尺？速率乘以时间等于距离一百二十公尺，所以我要算出。 小明到底在小华前面多少公尺？很简单呐、啊，我把这个一百八十公尺减掉这一百二十公尺，六十公尺。所以小明他在小华前面六十公尺。但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另外一种方法，这个方法是。 我们先想办法知道小明每一秒钟会比小华多跑几公尺。我们先看第一秒，小明每秒六公尺，所以第一秒小明跑了六公尺，而小华每秒四公尺，所以小华跑了四公尺。 一开始，两人相距两公尺，小明在小华前面两公尺。第二秒，小明又跑了六公尺，而小华又跑了四公尺。在第二秒这一秒当中，小明又比小华多跑了两公尺，所以呢？ 小明本来就已经在小华前面两公尺了，在第二秒又多了两公尺，所以小明这个时候已经在小华前面四公尺。第三秒，小明再跑了六公尺，而小华又再跑了四公尺。在第三秒的时候，小明。 又再比小华多跑两公尺，因此这个时候，小明本来在小华前面四公尺，第三秒又多了两公尺，所以小明跑在小华前面六公尺。我们看这个地方可以发现到，小明是不是每一秒都比小华多了两公尺？ 每一秒多两公尺，一秒两公尺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速率的说法？那小明的速率到底比小华多多少？你看，小明每秒六公尺，减掉小华每秒四公尺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小明每一秒钟都会往小华前面多跑两公尺，一秒钟。 多两公尺，你看第一秒前面两公尺，第二秒又多了两公尺，第三秒又多了两公尺，每秒两公尺。小明每一秒多跑两公尺，那三十秒多跑多少公尺？是不是速率乘以时间等于距离？六十公尺一样，因此。 像这种题目，我们可以利用速率差来计算。我算出小明每秒钟多跑几公尺，我就知道小明三十秒后会在小华前面多远。